刚刚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的，聊以跟不聊以这两个本来就一般的，就邪教还有迷称都共通性的一个了解佛的密意的最重要的一个办法。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时候佛法的内容是很深很广，有深深有广泛的，所以呢一般的人比较难能够了解的，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有时候因为对方的根器的关系呢，有些是不能直接讲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释迦牟尼佛是非常非常有办法的一个人。他是一些我们比较用现在的一些方式来讲的话呢，释迦牟尼佛的教育的方式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像现在在幼稚园的、在小学的、念小学的、在念那个什么，国民教育什么的，国小的，就是国小的，然后国中的那个，就是，然后在大学读大学的，再读研究的，再读博士班的，那每一个人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就是未来他们所安排的那些教育部也好，教育人士、教育的相关单位的那些，他们的教材跟他们的做参考的那些内容方式都不一样，尤其是现在比较先进的这个教育的一些课程的那些西方啊、东方都有不一样的。那同样的，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内容呀，一般的根器不成熟的、比较成熟的、非常成熟的，那人都不一样，众生都不一样，所以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内容、表达的方式就是不一样。所以其实呢，我们说就是那个什么八万四千法门、三转法轮等这些很多的那些数字，都是也可以算是一个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那些佛法的一个表达上的一个不同，我觉得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表达上的不同。那这个表达是有些时候我们比较成熟的时候呢，不能当真，所以这个叫做不了悟的。它究竟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可是因为我们不能够了解，所以只能这样说。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印度的那些经典里面也出现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是妈妈，我有一个小孩子，他是不听话的，很顽皮的，然后他就是去东跑西跑，然后跑到街上，现在的话街上，以前的话比较那个安那个比较那个这样的一个地方，狭窄的一些地方或者危险的有危险的地方的时候呢，孩子妈妈说啊，孩子过来过来，他肯定是不过来。因为他很不听话的嘛，那个时候妈妈说啊，过来，我可以给你一个糖果。可是妈妈手上没有糖果，但是他为了救自己的孩子，为了避免危险，所以就是他说的是，其实是有点像谎的，对不对？谎话。可是是为了他好，也是他对他来说，只能用这样的方式，不能用一些大人的一些很严肃说哦，你什么什么。讲更深的一个道理也没有用，最好的方式是说啊，我可以给你一个糖果或者什么的，虽然是不一定是妈妈手上有糖果，可是他回来了，然后他哭一哭也没有关系，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些方式是释迦牟尼佛非常慈悲的一个方式，那这些方式叫做不了悟。了悟是什么呢？哇，你的根气成熟了。根气成熟是什么意思呢？你现在就是一些前提、一些基本的条件都已经具足了，
不是就是就是你就是能够了解了，你的智慧就完全成熟了，所以就是就是释迦牟尼佛真正的家，真正释迦牟尼佛在那个菩提树往下所了悟的真正的那个法界的了解，就是针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弟子告诉的，这个叫做了悟。那不了悟是不是不好的？不是，不了悟是我们进入了悟的一个阶梯。阶梯没有不了悟，也没有了悟的这个了解，所以是一样的重要。所以呢，我们的密法跟显法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很多那些我刚刚讲的《华严经》里面，也些八万四千法门的，我自己亲眼看过那个以前翻那个看那个《法华严经》的时候呢，一些汉传佛教认为《华严经》是汉传佛教的一些经典，但是汉传佛教是没有做得很强调。但是藏传的那些我们的大藏经，像龙藏经啊、那个德格啊什么的这些版本，每个都通通都有《华严经》，那个也是一千年前就是翻译成藏文的。那《华严经》里面说，他有讲到说，八万四千个法门有四个部分，一个是针对贪念的一个一万两千个法门，对治的意思啊，针对就是对治贪的人的贪。其实贪是一个字，我们的贪嗔痴的贪，但是实际上贪这个范围是很大，因为每个人的那些呈现出来的或者一些所那个发现的，就是。可能是一些是不遗传的，一些是什么先天的，什么的，反正一些是那个文化的关系，一些是地方的关系，一些是一些我们用一些佛法的专用的一些名词来讲的话，因为他自己的因的那个业力的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那个我们就是说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贪是都是贪，但是贪有些是贪财，有些是贪色。也是这样的，比较粗略的。那更细列的话呢，每个人都各有各的想法，知道吗？我们有一个讽刺说，什么是十个教师教授又是一个意见，也是这样的。那个，这你们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意思就是那些比较学术比较高的这些教授，他的意见非常多，有十个那个教授，有十一个意见。那我们西藏有一个那个俗语叫做“做生气热就出去，没生气三不生气”。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三十个牦牛有六十个指教，三十个人有三十个想法，所以就是每个人的想法跟其不一样啊。那个想法是什么呢？其实是贪嗔痴的一个一面啊。我们的想法都是贪嗔痴三种其中一个一面，所以呢就不一样。所以呢，我刚刚讲的那些所强调的、所讲的不一样。但是我刚刚讲的是《华严经》里面说，对着那个贪的有一万四千个法门，一起一万两千；那对着嗔恨的也有一万两千。那对着愚痴的，愚痴就是无明的意思啊，愚痴的也有一万两千个，那还有这个已经三万六千嘛，对不对？剩下的八万四千的，剩下的一万两千是针对贪嗔痴的一些比较共同性的一个对立，不可思议的一个叫法。那我们刚刚讲的贪的对峙的那个法门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说是内脏的部分是贪的对峙，然后进脏的部分是嗔恨的对峙，那论脏的部分是一般的那个显教的，就是那个贪嗔痴痴的对峙。那还有华严经里面明明说出来的那个不可思议的一万四千两千个法门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才是这些密法的那个金刚乘的那个部分，因为它的内容确实是不可思议的。那这个不是就是一个密宗里面才出现的，这些我们就是先密共通的这个经典里面也是这样出现的。
那这些其实是很正规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开示的一些部分，所以我们有很多地方学习佛法是非常重要，但是了解佛法是更重要。如果了解上产生一些错误、误会，甚至于邪见的话呢，其实对佛法、对别人也不一定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最重要是你自己的修行的道路上是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障碍。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一开始传法的时候也是说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学习佛法的人，所以希望呢就是能够了解各方面的那个佛法的内容，然后就是我们了解的时候也不能只用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内容，用我们佛法的说法来讲的话，就是了义跟不了义两个角度。那一些历史啊，一些现在的一些我们那个研究的方式来看的话，一些有文化的方面的，一些有一些地方性的，一些有历史的背景不一样的，一些有那个传法的对象的不一样，所以有很多方面来就是去了解他的意思的话呢，那一定会有一些哦，原来是这样的，有一些有通样的一个就是经典里面也可以去到一个不同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气色或者一个就是了解，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大概是这样的。